在我未邀请政府当局代表入会议室之前，我想提醒呢，今日的内会特别会议就在下午四点半结束，立法会会议就将在内会特别会议结束之后15分钟恢复的。请同事邀请政府当局进入会议室。我提醒同事，如果有意提问的议员应该按下要求发言的按钮。在决定议员的提问次序的时候，我会参考议员在先前的特别会议上的提问次数和各议员的政治党派，以及议员按下要求发言按钮的先后次序。我亦都提醒同事，发问时间应该尽量精简嘅。我建议每次发问嘅时间，梁国雄议员，而家开紧会，唔该你肃静。每人4分钟，系包括议员提问嘅时间同埋政府当局嘅回应。亦都话俾同事听，一如过往咧，这个特别会议嘅安排咧就会有逐字记录嘅。同埋應幾位議員的要求，今次亦都有手語的即時傳譯。立法會秘書處就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擬備的背景資料已經送了給各位議員。政府當局剛於在會議之前已經送來了2017年行政長官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諮詢報告，同埋行政長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提出的報告，以及政務司司長的發言稿，已經放在各位議員的台上面。歡迎司長同埋兩位司長同埋局長同埋其他官員出席嘅，或者唔好阻時間，我交俾司長你好嗎？好啊，多謝。